分的料厂，根据需求不同，后面有四个配料厂。这边铲车开始上料，砂石我们俗称骨料，哦，计量好以后放到平皮带上，通过平皮带转到斜皮带这个转接料斗，然后呢斜皮带把这些骨料啊传送到搅拌机上面的带料斗，这里就是搅拌机的骨料带料斗。与此同时啊，水泥、粉煤灰这些粉料通过这个螺旋机传送到搅拌机上面的计量料斗，水和外加剂也是，它们呢都是同时在进行。料配好以后开始进入搅拌机，现在开门的这个啊是骨料的带料斗，这边这两个是粉料的，这个是水跟外加剂的，同时呢进入搅拌机里，进入搅拌机里开始搅拌，搅拌好的混凝土放到罐车里，装满以后罐车出发开往需要的工地，前面我说的这些过程呢都是通过这台电脑由操作员控制完成的。混凝土呢就是这样生产出来的，大家看会了没有？好了，不说了，我是大白，拜了个拜。